好好。为什么还设这个密码呀？随便，就是随便弄，因为给客户说有这个功能。这个功能是干嘛使的？权限。最上面那个，最上面那个。就是和管理员。那么那 reader 你再弄一个。啊。对，这个这。木板，一二三四。嗯。一二三四，嗯。然后你关了软件之后还是怎么着？再看一下。你看，需要你输入这个密码才能打开。输一个一二三四，然后点确定，才能进软件。嗯。哦，现在打开了。嗯。哦，那它怎么设置对它的功能开放不开放呢？就是这个东西。那现在如果假设这个。这设计师，你比如说，你设计师设计一个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我再重新看一下。对，一二三四。对，一二三四，这个。这个给它设成一二三，这个是什么密码？这设完了以后，你没有这密码是这些参数你是改不了的。这儿有一个密码，要输一二三以后，这里边的参数才可以改，还可以进这里边。哦。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是这个。那他如果进入这个界面之后，他可以删了任意一个。对，那这不是还是可以改吗？那个这个是开软件，这个里边是这里边的参数，不是这个密码是这个里边的参数，一二三吧。